想抓一条火腿丝，但这火腿是一起吃，火腿我觉得咸的劲儿不够大，整体是好吃的。鸭血粉丝汤，大家来到这边肯定是会找一个鸭血粉丝汤，看看是不是正宗的长沙鸭血。哦，它鸭血的这个凝固点我是蛮喜欢的，有很多猪血啊鸭血它的凝固时候太硬，但是有时候又太散。这个粉丝的粗细我觉得选的非常聪明，它是比一般的粉丝还粗一点点，所以它的弹性没有失去。宝塔肉片一片的，非常的用心的，我们夹一块这个饼。哎呦，有点亮，这个南瓜的一丁点的甜呢，就你整个事情好大，不光是颜色好看，真的是有道理的。梅干菜的咸以及肥肉这个薄度非常合理，嗯，不错不错。吃完点评一下，我要隆重的提示一下，基本上里面呢，我刚刚有点过的菜，我都可以尝试，我都推荐，除了那个醉虾，因为熟醉了，如果。